魏先生咧有鼻塞同埋有單邊耳鳴啊，咁啊好有可能咧有個腫瘤咧就係喺佢個鼻咽嘅左邊，令到佢左邊有耳鳴，而呢個腫瘤咧亦都可能向前伸展到佢鼻腔嗰度，令到佢鼻塞。所以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做一個內窺鏡檢查，如果見到有腫瘤咧就馬上攞一啲組織做活檢。鼻咽癌嘅成因主要有三個，一個就是基因，即係遺傳嘅方面嘅問題啦。第二個咧就係外來因素，就係 EB 病毒嗰個傳染。第三咧就係食物啦，就係我哋一般講咧就係啲鹹魚啊、醃製嘅食物，因為佢咧就可以引起一啲致癌物，就係叫做硝酸胺 nitrosamine。咁呢三樣要一齊配合咧，先會引起嘅。嗱，遺傳嘅因素咧，就係南方人咧，特別係南中國啊、廣東人咧，就係有呢一個個遺傳嗰個傾向比較高啲嘅，所以鼻咽癌咧，從前叫做廣東癌，因為就廣東人幾乎係獨有嘅。咁但係咪廣東人所有人都有咧？咁就要配合另外兩個啦。嗱 ，EB 病毒咧喺華南地區亦都非常普遍嘅。其實咧，我哋香港成年人咧已經差唔多有90%咧已經受咗個 EB 病毒感染啦。好啦，咁即係話三個致癌因素咧，已經佔咗兩個咯喎。咁到底第邊一個先決定會引起到鼻癌咧？就係、是、第三嗰、那個，就係、是、食物啦。嗱，以前咧好多時啲小朋友 B B 仔戒奶嗰陣時咧，就係、是、首先第一種唔係奶類嘅食物咧，就係、是、食鹹魚。咁鹹魚嗰陣時就係非常之普遍，而鹹魚係醃製嘅食物，佢含有嗰啲硝酸胺嗰個份量非常之高。而喺 BB 仔啱啱戒奶嗰陣時咧，佢個鼻咽嗰度嗰個黏膜嘅組織咧，亦都未穩定，所以好容易受到呢啲致癌物質所影響而產生鼻咽癌嘅。咁到而家啦，食鹹魚已經唔係一件好常見嘅嘢事噶啦。咁 BB 仔亦都而家一路提倡母乳咧，都係少食咗好多啦。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咧，鼻咽癌嗰個病發率咧。隨住鹹魚嘅食量減少咧，其實近年來一路都有下降嘅趨勢添。鼻咽癌咧係華南好常見嘅腫瘤啦，咁但係咧鼻竇炎咧就更加係一件好常見嘅，特別係譬如話香港啊，空氣污濁嘅環境底下咧，就好多人都有鼻竇炎嘅。咁兩者其實嘅症狀咧喺早期嚟講咧都好難分嘅。譬如話有啲鼻塞啊，跟住又流鼻水啊，跟住可能發炎咗之後有啲鼻血啊咁樣。咁喺早期係分唔到，所以咧就我希望咧就各位人士，如果係有呢啲咁嘅症狀咧，都應該係睇耳鼻喉科醫生嚟到分別得到，睇到底佢係因為鼻竇炎啊，定係因為係個腫瘤。嗱，鼻咽癌早期同鼻竇炎分唔到啦，但係晚期一啲嗰啲咧。佢嘅症狀就又比較突出啲啦，譬如話好似啱啱嗰位先生咁樣有呢個耳鳴啦，因為個腫瘤大咗，佢擲到一邊嘅內耳管啦，搞到耳水不平衡啦，向前伸到去鼻腔嗰度，使到有鼻塞啦。另外，如果嗰個腫瘤一路向上伸展到頸底，影響到即係個頭嘅神經。咁就會譬如話睇到重影啊、頭痛啊咁樣。如果向下伸展或者旁邊伸展去到淋巴，咁就要頸部腫塊咁樣。咁呢啲症狀咧就係鼻竇炎所冇嘅，但係嗰個時間都已經比較遲咗啲啦。Fine Doc, your doctor is here.